大家好，我是老胡，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景点。Zoo Lookout。啊 ，Zoo Lookout。但是在 Burlington，在北面也有一个 Zoo Lookout， 那边就是过去就是大瀑布了，等于这是大瀑布绕着这个湖这样子。哦。然后呢，那边就是多伦多了。我们今天很幸运，我们的朋友现在他免费的导游，他对这里挺熟。我们现在就参加一个豪宅，叫什么名字 ？Paleta Mansion。Paleta Mansion。这是他们家族的。家族的，然后呢，政府买下来了，是吧？现在归 Burlington 城市管。就是。租这块地儿来搞活动。后院看看，没了，没事、没事，看看见后边，就好多人在这儿，他喜欢在用这个大石头当背景照相。这也是在湖边。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